周末来袭小炮，周五首选命中摩纳哥和斯图加特平局，最是惊艳。然而高培文胆并不仅仅是这两场，下面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吧。周五的开门红就是这场日职联的早场文胆，最终清水鼓动主场输球。小炮三项预测全中，首选击落 3.25 高培，重点联赛方面，意甲、法甲、德甲合计九中八，连中摩纳哥和斯图加特的高培令人难忘。除此以外，小联赛方面同样红单多多，周六比赛日记着一定要继续关注哦。周末畅享小炮足球预测 PC 端充值最高送1188元，方便实惠，充值最高送1188元。